咱工友维尼呢？消失了。维尼，哎，维尼不见了。回来变半桶了，他的表现让我就是如释重负啊。儿子，长点心吧，稳定住你的情绪，多爱爱大家，让大家也多爱爱你。快点，我才掉了一点。哎呦，太棒了，再掉下一个。他们真棒，感觉我们这块地收成有望，还差一个，太棒了！哦，行喽。今晚肯定胳膊疼腿疼，那就是今天晚上又能早睡了呗。走吧，小树熊。有人哭嘞，哎，抱的是谁呀？哦，是你女儿。应该是，我哭那么厉害呢？那是是。还是哭。是什么情况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现在关键是他一直哭都没停，是吗？啊，应该是一直都没停。在这个营里面，家长可以有三次的机会提要求，但是这个要求会不会被采纳，那是由我和王涛教官共同决定。三次的机会提要求。在这个营里面，家长可以有三次的机会提要求，但是这个要求会不会被采纳，那是由我和王涛教官共同决定。三次的机会提要求。如果愿意的话。爸爸跑得好快。这个爸爸这么累一脸，结果确实心急如焚。其实可能已经憋了很久。心里特别疼。我能不能问一下，这个到底要拍多久？他拍摄的周期怎么样？他要在这儿住多久？那您主要担心的这个是怕他伤心，还是您觉得心疼？嗯，有一点。说不出来那种感觉，反正我觉得，因为他从来就没离开过我们，就说我现在都想落泪。谢谢。